幸福点灯。火车里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这里不只是能够欣赏浪漫的樱花景致，更有许多丰富的人文历史和珍贵生态资源的农村部落。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呢，都可以来到这里享受不一样的深度旅游哦。我们掌声恭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